一号，一号是我。谁有啊？梁博远。四号，四号两倍啊！四号好犀利啊！你两倍有点夸张吧？你是啥身体啊？哦，哇，真的中药味啊！就是中药。啊！哇，这好苦啊，这比中药苦啊，这味儿。我觉得这些人好可怜，真的好可怜。准儿干治病啊，干了，药到病除啊，朋友们干了。不是，咱四个可以拜把子了，这个、啊、这个太苦了。不是，咱四个可以拜把子了，这个、啊、这个太苦了。哦，这干不下去。老舅，你到底啥能干得下去？啥也不行。你就想着这个下去对你好的。宝石，我发现他的肠胃有问题。你要治的是肠胃，不是他在减肥，他减出毛病来的哟，饿伤了，我不是故意，胃伤了。蛋总，你这不是止咳的吗？对，半夜的时候会咳嗽咳醒。你这是咽喉炎，你咽咳嗽的呀？得了，我怎么给我拔出来了？那你晚上的咳给你提前了，提前释放了。啊，是这么治？今天晚上不会咳了，让你集中咳完，今天全咳完了。那怎么样？我们这边要来一口，试一下。干，来啊！不是，你转的圈太大，我扭不过去。来，快点！来呀、啊！这个要试一下，这真的很独特的人生经历。我们是哈呀，我们是哈，我们为什么要？哎呀，参与一下吧，来，压，呼，猪眼救粮草，冲，呼，五飞雷，来，我们就不像他们那么牛。来，喝个交杯凉茶，交杯凉茶。锁住！别停！有！别停！有！哎呦，底儿都喝了！哇塞！哎呀！如火立马就去了，醒了吗？喝完打螳螂拳了，螳螂拳，开始跳舞了。哎，